请陈大师。这陈老师没有麦克风啊？他那边不知道，可能一个是那边下着雨，那个他那个网络也不好，连对你没有音频，哎，视频不要管他了，你刚刚有音频呢，后来又去掉了，你现在，现在是你，不是刚才是最早的时候，现在你有，对啊，那最早的时候我上去了，是不是？你上去了，什么都有，你现在加上音频。谁严娟不是在那边？你让他给你加一下。对，加上音频，然后打开音频就行了。就是音频，我给你个图像嘛。音频，然后再打开就行了。对，再打开，你点它一下，轻轻点它一下就行了。听见你说话了。你点它一下，你轻轻点，点那个红颜色，红颜色那个，那是音频嘛？刚刚加的音频嘛？点它一下。没有，那是静音。对对对，你给它点开就行了，点它点成变成黑的就行了。现在不是静音了吗？现在没有啊，现在音频没有啊，现在音频。现在你看一下。这回好了。啊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他整个是在那个。好，那现在咱们开始了啊。好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咱们再继续学习陈氏太极拳热身运动。好，第一头部运动，好，脚打开，两手叉腰，走，前后左右。前后左右，前后左。陈老师，后啊！我跟你说是这样，你这有的逆光，因为你是不是外边下着雨了？现在？对呀、啊。你要调个方向。如果把个凳子放到前边，你这个有的逆光感，是个逆光，看着大家看着。看不清是不是？看着逆光嘛，它因为你就是照的是个照出亮处照的，你应该是从亮处往。好，把它导一下方向。应该导一下方向，看能不能，不能导就这样凑合吧。那你没有办法，看能不能，但是效果没有那个逆光时有点看得不清楚。是不是？是这样，我先导一下，先看一下啊。啊、哦，对。先看一下，不行了，再。因为我想着外边，我想着外边也亮，是不是应该好一些？对，这样行吗？还不行吧？不是，我说调的方向，调的方向，就是照相嘛，它一个逆光，它看的是看的不是很清楚。这都好了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了吗？王老师看着可以吧？现在效果比刚刚要好一点了吗？挺好，是不是？还行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刚刚是那，可以了，好，挺好，可以，是吧？可以了，那好，下面继续开始啊，好，大家好。好，咱们练习点热身运动。第一，头部运动。好，把左部打开，两手叉腰，走，前后左右，前后左右，前后左右，前后。左右前后左右好走左转一二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右转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第二，正背运动，走，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走，手指运动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松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陈老师，这个网络有问题，这网络现在又没有网了。你那个，这音频又掉下来了，又掉下来了，他不知道他那个啥网络问题，那音频掉下来已经是网络问题。他一下雨那边就是这样。它应该带流量的了，不应该用家里，用家里它容易这个网的呼呼，那带流量相对会好一点，带流量好一点，看它是吧，调一下，看调的怎么样。陈老师，你的音频没有打开，音频声音麦克风，点一下，点一还是点一下那个，哎，好了，听见了吗？哎，这回好了。哦，那是咋回事？行座它就变了。这自动就关上了，好像。你那网不行，好，提起左腿，搬左腿，好，往上搬，拉拉筋骨，好，换右腿，
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再换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咱们蹲下去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好，腿部放松，好，然后下腰，里外打啊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站起来，好，咱们拍打拍打啊，右手拍左边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，好，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手边下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换右边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下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手握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手腕这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两手从上边往下拍啊，好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下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脚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两次，腿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后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换左腿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关节，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下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右腿，上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关节两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腿下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
储存网还是不行，网络又掉下来，这网不行，下一下雨就是这问题。嗯，他改成自己流量行不行了？改成流量，哎，自己有流量还有多少啊？看，他一般国内流量都很多的，一般问题不大，流量问题不大，关键问题是。大家稍等一下吧，可是这个天气不好，就是这问题。哎，上来了吧？嗯，上来了。还是麦有它一掉，你看它麦都掉了，麦还得再加上麦。在这连一会儿恐怕。关键它网不行，它网它就是上来很难上，实际上。那很慢，所以它连的也慢。嗯，对。嗯。不行，我得打电话看，不行叫他用他的自己流量看怎么样，还是用自己流量吧。他量挺大的话可以，他流量应该可以，这半个一个小时应该问题不大。嗯，这怎么回事？